光开立体三了哈 ，x 是正数了，那 x 开方加 x 开，负二那个，就是 x 负二分之一次方等于三的话，那么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就把这个哈两边平方了，好，我们看第一题哈 ，x 二分之一次方嘛哈，加 x 的负二分之一次方。我给它平方哈，这等于三的平方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就等于多少呢？平方拿进去的话，就是 x 二分之一的平方是 x 平方，加上啊，就是 a 平方加 b 平方嘛 ，s 负一加交叉项二 ab 啊，这两个相乘呢，刚好是等于一，所以等于这样子。那、啊、这个是等于三三得九。也就是说 ，x 加上 x 负一次方哈，这等于七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题。第二题怎么做哈？第二题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哈乘以把这个哈乘以这个好了。哦，就是 x 加上 x 负一哈，乘以 x 的二分之一。加上 x 负二分之一，它这个等号，这等于三乘以七，二十一。然后我再展开，哦，前项乘前项是 x 的二分之三次方，后项乘后项是 x 的负二分之三次方，它再加那个交叉项，哦，这个乘以这个是 x 负二分之一了，它这个乘以这个哈。是等 x 的正二分之一，所以是 x 的这个乘以这个是负二分之一，它再乘以这个是加上 x 正二分之一。好，它这个是等于二十一。好，然后这个已知嘛，这是三，所以我就得到哈 ，x 的二分之三次方加上 x 的负二分之三次方。这等二十一减三，二十一减三是多少呢？88，所以答案是等于18。